的头发好乱。Hello， 大家午安。Hello， 没有什么觉得我的状态不是这么好。午安呢？午安，一凡，午安，雷军，午安。阿比午安，雷军 ，Hello， 韩吉 ，Hello， 谢谢你的相遇，午安各位午安。我不是刚醒，但是因为我是就是刚忙完我的东西。OK， 你们稍等一下哦，我是想要不要开个灯，但我觉得这个灯好像就，而且我的家里光线好像就不错，你们觉得会太暗吗？午安，雷军，你们会觉得太暗吗？等一下 ，Oh my gosh， 会吗？会觉得很暗吗？还好，还好吗？哦，他怎么会自己那个？等一下哦，这手机是怎么了？等一下，看看可不可以。哎，你们先等我一会儿，让你们头晕了吧。好，这样。OK， 耶、yeah ，呀，还没搞定我的。Hello，CEO， 稍微暗，但还行。那我去开个灯。这样就很亮了。咦，这样就很亮。好，那我先去关我的小红灯。发现我家现在非常的凌乱。啊 ！Hello， see you。午安呢？你知道为什么今天要戴帽子吗？因为我觉得我的头很塌。所以我就戴帽子。但我觉得我现在好丑。午安，各位午安。你们大家吃中午的餐了吗？我刚吃完我的早午餐。Hello， 子子，哇，今天是子子的 birthday， 我就晚一点唱歌给你听，给你。正在吃，很好，吃饱点。谢谢嘎逼的人不住想你。然后我这礼拜的直播还有一天，应该是在礼拜五，或者是，对，应该会这礼拜五。子子生日快乐，对，没错，子子生日快乐。一凡，谢谢你的监听耳麦。阿丽，我昨天晚回来了，昨晚回来超累的，辛苦了。中午吗？礼拜五我再跟你们说时间，因为现在还不确定，这样。对。有看到我拍的夜景？有，很漂亮。而且你每次都会传给我，或是 take 给我。贴心啊。我现在要做笔记，因为这几天有些工作要做，导致我现在需要。你们今天就是超漂亮的，真的很美。我觉得夜景真的是很美，很美的东西。我说，因为我这几天要工作，所以就是要做笔记。
午安，各位。我觉得我的脚好像有点冷冷的，等一下，我穿个袜子。我来穿我朋友送给我的，我朋友们送给我的袜子，很可爱的。蜡笔小新，蜡笔小新，而且它这是一个袋子哎，好可爱哦！我跟哦，好可爱哦 ，cute， so cute。它这个还可以装东西耶，哇，这礼物真的是太棒了，收到的圣诞礼物，圣诞小礼物，它这个可以放卫生棉或者是一些日常用品，然后放在包包里面，而且刚好又冬天，你看，很可爱的蜡笔小新，然后这是一双袜子。没洗过，但是还好啦，脚脚还好。如果是衣服的话，就是要先洗过。Q， 先穿，因为真的好冷，这几天真的是冷到不行。但还好有回温了，因为那个天气有。Hello， 建谷安，好早的圣诞礼物。对啊，很早的圣诞礼物。但是还是谢谢，就是很开心可以收到圣那个礼物。嗯，我都会先做笔记，然后再。再去练习。早上出门超冷，浪客三六八一，谢谢你的小兔子。现在早晚温差大，对。中午好。美玲说寄给她的礼物可以寄给你，好，好啊。那我再给她，那你再跟我说你要寄了什么礼物，然后我再拿给她。Hello， 博晨，谢谢你的忍不住想念。午安，阿伟。你们今天的功课就是陪我，哎，你们今天就是要陪我做功课，然后谢谢嘎比的相守之心。我跟你们说，我昨天去回我爸家，然后我跟我姐嘛，我们就是早上先去探班。我昨天去探了那个勋姐他们的班，对。然后探完班之后呢，因为就在我们的家乡拍嘛，所以很近。探完班之后，我们就去那个。我们就回家，回家之后我们就去我找我爸，然后我爸刚好下班，然后我们就煮那个火锅吃饭这样，然后就在家里聊天，然后还玩了溜溜车什么的，就是我发现洞的那个。就这个里这一天，昨天其实过得很开心，因为很久没有这样跟家人啊聚聚啊，因为现在都就是都在工作嘛。不管是公司的工作还是打工好了，就是很少会跟家里的人见面啊，然后聊天，坐在餐桌上聊天吃饭什么的，所以就昨天还有我姐到，我哥也到，然后就带我爸家吃那个火锅这样，然后聊天，然后小叔叔也有来这样。然后我跟我姐昨天还练习滑步，然后我们跳得很好笑，真的很好笑，就是有点智障的那种，就是都乱跳。对，然后呢，影片呢，我可以再传给大家。我在画什么？哦，我在做功课，所以我就是先拿了荧光笔，因为我最近要，反正就是
最近就是要去，虽然这样讲也不对，但是就是最近去试了很多很多东西，所以就是要做功课这样。然后因为我本身嘛，就是比较，因为可能都要打工，所以我就要把剩下的时间拿来做功课这样。默默，默默，有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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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力去哪了？我重开，因为刚刚没有声音。好了好了，想你那么快想我，不是就一下的问题吗？太夸张了。嗨嗨，季风亮 ，hello hello， 好福猫，嗨，嗨嗨嗨嗨嗨嗨，但因为我现在刚怎么了？刚刚手有来电，然后就断讯了，然后我回来之后就没声音，所以大家就问我说怎么会没声音呢？谢谢博成的很多鸡腿。嗨，谢谢分享福福猫。一凡，谢谢你的小号角。Hello， 阿北，四维中午好。谢谢小号角，一凡。这个是什么？谢谢一凡的一颗心。刚刚说到主播是什么？哦，就是多试镜啊，最近就是多多的试镜，多多的练习不同角色这样之类的。所以最近就是在忙东忙西，忙西忙东这样。喂，谢谢你的小兔子。所以就是等一下啊，好痛！阿北，谢谢你的相遇，咖啡，谢谢你的四叶草，谢谢红玫瑰一凡 ，Hello 勇哥，激光亮嗨嗨，谢谢咖啡的小号角 ，Hello Good morning 勇哥，我今天要换场景，因为今天我朋友室友新郑梅他在用工作室。等下要工作，有吃过了，我刚刚吃了巧克力吐司跟鸡蛋，然后咖啡，然后一点饼干这样。谢谢哭哭，不是笑笑，不是哭哭，这样看突然很像笑笑哭哭哎，抱歉，女神吗？对，对，女神。所以这是你的房间，这是我房间的一小部分，这里是我的衣柜，我后面身后是我的衣柜。好了，我忙完了，回来了。好，笑死！感觉在日本开车跟台湾的有些规则不同，一定啊，到哪感觉都很不同。我刚刚看成哭哭，我想说，哎，不对，
感觉衣服很新。你说我的 T 恤，我的帽 T 吗？哦，这件我没什么在穿，这个都是我，在家里很冷，然后穿起来的衣服。哦，衣柜哦，衣柜啊，很新啊，因为我搬家，我现在搬家，我所以我的衣柜是房东的，不是我的。然后房东这边的东西都是算是都蛮新的这样。我玩点小盒子呢，我昨天发生的事。好 ，Hello 小吉，中午好，搬家辛苦了 ，OK， 谢谢。我已经搬完了，已经不用那么辛苦。搬家最重要的物品是电视吗？哦，没有，我这边全部都是用房东的。住在你的城市，不告诉你的城市，住在你们心里。阿丽说的都是对，今天你就是哭哭，好，你就是哭哭，哭哭。阿丽搬家会很多东西，其实蛮多的，但是没有到特别多啦，就是还是有一些东西是放在家里的，所以。阿丽的回答很好笑，新房子还习惯吗？嗯，习惯，就是第一天不习惯而已，之后都还蛮舒服的这样。那我的一片真心阿丽有带过去吗？有，所以宝丽是拉一个行李箱，没有，我是拉了很多箱东西跟东西东西东西。呼呼是新粉丝，呼呼是 ，Hello 呼呼有呼呼吗？突然被 Q， 哎 ，Hello， 呼呼，你好，很高兴看到你，很高兴跟你聊天，跟大家聊天。呜呜有一起来吗？有啊，他在旁边睡觉。潜水救粉丝，好的，潜水救粉丝，救粉丝是什么意思？有，小吉之前的红玫瑰，我来过很多次，你是不是一直改名？好啦，我记住你了，呼呼，不可以改名喽，就叫呼呼喽。他帮你呼呼，哎呀哎，我觉得不行，我觉得是 Hello 下班，下班。哎，没有，除非阿丽帮你改名，那就叫你嘻嘻，或者叫你吐吐吐吐。我常改名呢，想被揍喂！改名就会有时候会忘记啦。好啦，你常来呼呼，我会记得了。抱歉，我之前没记得，没关系，宝丽喜欢的我都喜欢。好，好嘞，放点音乐，今天有点冷清清的。右边，优步小黄。优步。广告广告广告，哽在喉咙的哭。深情，其实叫呼呼也不错，阿丽可以深情的念一下。深情，呼呼，深情的话是呼呼。阿丽午安，笑笑没改哭哭吗？那小笔记本
很像木木。每页感觉都好多内容。对啊，但有时候也会记什么练舞的东西。嘟嘟嘟嘟嘟嘟就会嘟嘴，呼呼，如果讲嘟嘟也会啊，嘟嘟，而且呼呼是呼呼嘟嘟嘟嘟，搬家后去工作，对，比较方便。欧比王，谢谢你的兔子娃娃。Seven， 谢谢你的玫瑰，有屋都会嘟，对。欧比王，谢谢你的兔子娃娃，兔兔也可以啊，兔兔。欧比王，中午好，笑笑，那我就叫嘟嘟，嘟嘟哥。怎么可以叫？怎么可以吃兔兔？我也没有说要叫吃兔兔，而是说叫兔兔。我想问大家，大家觉得性格清冷是什么样的概念？就是清冷是很难亲近吗？还是很冷，高冷？哦，是吗？算是吗？清冷叫高冷吗？所以就是很难靠近的意思。安静，喜欢安静。清冷就冷冷淡淡的嘛。几点了？12:30。高冷有高高在上的感觉。好，谢谢大家，笑笑，谢谢你的红玫瑰。所以就是清冷比较温柔一点，所以就是冷冷的，然后淡淡的，安静的。12月31有工作吗？目前没有哦，目前没有，可怜我，可怜哦。火中烧是什么意思？高冷是林杰那种，没错，就是轻松的轻，还是轻，是三点水的轻，就是嫉妒哦。因为目前没有什么工作，有我会跟大家说的。妒火中烧就是嫉妒嘛。那迷途知返呢？突然问很多成语，毕竟我的成语造就不是那么好。
某某，就是浪子回头，浪子回头，所以妒火中烧，就是我写下来一下。哎，真好，有你们陪我，陪我做功课是一件很棒的事情。妒火中烧就是嫉妒的意思，就以前是坏的人，现在那个改过向善，就是经历了过一些什么事，然后改变了，对吧？是吧？是这个意思吗？对啦，迷途知返就是意思，就也是类似那种，就是之前的错误，然后现在回归正规正常，就是回归善良的意思。哪里来的剧本呢？浪子回头，就我以前你不够爱你，现在迷途知返了，回头是岸。你们很无聊哎，你们很烦哎，明明是坏人。环境的环怎么写？突然太久没有写字，这样。环境的环，我不知道左边是什么，但我知道右边的字。哦，是这个。对对对，是王部的。我一直觉得是土部的。环境。午安中影，宝莉是侠女吧？感觉有点像古装剧。没有啦，我其实对古装剧是有会害怕的哦。舞台剧跟古装剧都是会害怕的。浪子。对对对，小敏，都在袜子堆里。哎，你袜子很好看，在这里面。臭袜子。对，这是鼻子夹。你把带出来吧，很可怜嘞。嗯，我在。你就小开门啦，小开门，小开门。嗯，走。哎，你还没化妆。宝莉害怕舒高单马尾吗？不会啊，我不会啊。其实我个人很常这样，只是因为表演的时候我怕会很像那个那叫什么，就是光头还是什么的。古装剧的台词聆听力记不起来，没错。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需要去改变的啊。如果真的有戏接到，就是我也很喜欢看古装片嘛。如果真的有接到的话，我觉得我还是很希望可以去挑战，因为不一定每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怕而不去做，那这样其实那蛮多事情都不想去做的。对，我今天头发怎么那么塌？
导致我今天一直戴帽子。哎，木木，不要再抓了，木木。阿力可以的吧？有你们就可以啊。其实大家看到我头发很毛躁，算了，我不想管了，我不管我的头顶，我不管我头顶。但我觉得很好看，好哦，那就这样哦。好啦，不管你们说什么，我都 OK。好的，谢谢你们那个晕倒好不好，颠倒好不好，谢谢伯承。哎，我跟大家说圣诞节快到了耶。 I give you my heart but the very way。 哎，我要来这个唱片。哎，我刚刚的歌嘞。好，哎，我刚刚的歌嘞，这个来。The way this year to save me from this, I give it to some special. That's Christmas, I give you my heart, but the very next day you gave it away. This year.To save me from tears, I give it to someone special. One special. 啊，木木，你这样我给你戴头套。等一下，我给他戴头套，等我一下。工作吗？没有，就是做功课而已，很多很多的功课。回潮是什么意思？不知道，做功课，最近需要做啊。是微潮吗？还是那叫什么字啊？等一下我看一下哦。微，包围的微。哦，围剿，围剿，围剿是那个笑笑跟子子说的那个，好像围剿。哦 ，sorry。我不知道啊，我很笨啊，中文没有很好，我什么都没有很好。那是什么意思，各位？不是剧本啊。QQ 不是包围密，但是种包围起来消灭。包围起来然后消灭。
消灭。就是围起来殴打，围起来殴打。引起其他粉丝的围剿，好好看呢，不能看啊，这都是秘密好吗？秘密机。对啊，我在看成语词。词典，好难哦！为什么国文造诣这么差？我是不是要好好回去读书啊？围剿，包围起来，消灭。如果我还有什么不懂的，我可以问你们。我再看一次，我再认真看还有什么不懂。无人知晓，我就知道这个成语了，是什么意思？不顾及别人，我也知道。那这也不是成语，看一下它有什么成语。逆着人流，就是逆着人的人群中流走吗？是吗？店长，你们无聊哎、欸！主播看到哭了，我没有看到哭。逆走人流，逆着人流。等一下，这些歌都太开心了，先不要让我那么开心。轻蔑，对，就是轻蔑，就是有点在嘲讽嘛，是吗？是这个意思？就是啊。在让他轻蔑的看我，我也不会，我没办法，我做不到。不过也可以形容战争以外的其他事情，轻视的意思，看不起的意思。对啊，就是看不起啊，我就看不起你啊，就是你就是没有那么好啊，你没有那么优秀啊，你很差，你很烂啊。喂。怎么很像在骂人，真的很像在骂你们。闽南的，你很会吗？看你没，就看垃圾的表情吗？演得好，你只要，其实这东西你只要这样抬头看一下，就是。对，有点在形容轻视的表情。我被阿力看不起，开心，很无聊啊！你们下个月公演见，
送我们护送用鼻子看对方，用鼻子看对方，这样吗？我们等下一点来帮子子唱一下生日快乐的歌好吗？子子你可以吗？一点的时间，因为我怕如果太晚你会要工作啊，要忙什么的。我们就一点唱歌，可以呀。好，哎、啊，你今天没有要特别去吃什么生日大餐啊，或者是，就是类似的，不就是去吃一些什么跟朋友约、跟家人约吃大餐，开开心心。中午好，小吉，宝莉揍我，轻蔑我，姿势深快，今天依然准备实习的东西，跟我一样要准备功课的东西，我要决定分好我的线。午安啦、啊！谢谢吉米粥，谢谢大家给子子祝福，子子先快。阿力什么时候开始发现会粉丝证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但我每次在那个公演的时候，他你们都说揍我的时候，我都觉得很好笑，但是又觉得，唉，舍不得揍大家啦。其实我忘记什么时候开始，但就是。可能从 reset 的时候就开始了吧，手牵手就是已经习惯了，但是还是觉得很好笑。午安啊，草莓酱。忙很好，不忙很无聊，不忙就会耍废啊，反正人生中就是耍废。而且，哎，我跟大家说，我昨天看到的那个狗狗，它这样跟我对眼，真的很好笑。啊，我今天要去买充电器线，因为我的那个线真的是快要。我的一个线报废了，然后我就是要重新用，重新买一个。觉得那个狗狗很可爱，狗狗很可爱，它还跟我对视，它也就是。而且我们是对视很久，然后我姐一直说你小心哦，你不要太靠近他什么什么的什么的。还有我啊 ，Sale 姐啊，我是踩我派的。一凡，谢谢你的蘑菇炸弹 ，boom！ 你是嘟嘴派的，对，觉得那个狗真的很好笑，很可爱。他就一直看着我。我就觉得好像有点被不敢摸，好可爱，不敢，不过不敢的，我也不敢，懂看，但我还是有摸啊，摸一下。看来那只狗喜欢美女，它是公的哦，所以它一定是喜欢美女的狗狗。哎，看一下就砰了，加一下下就砰了，继续加另外一边。希望可以砰快一点。他如果尾巴翘高高就要避开了，有，他是他没有翘开开，他就是很平静的坐在那里，然后他快睡着，因为那个时候有很多凉风，然后他一直吹过来，然后他当下是很舒服，然后快睡着的状态，他就是有一点像，是我过去他才开眼睛那样看着我这样，
然后我就觉得怎么可以这么可爱，然后我也没太靠近他，我还是有保持那个一定的距离，因为毕竟狗狗会怎么样你也不知道，所以我自己有养狗，所以我就是知道说哦，狗狗有什么时候是不可以，虽然木木是没什么脾气啦，但之前养狗的时候做一些功课，很 chill 很 chill， 跟我现在的状态一样。谢谢柠檬的红玫瑰，在网络看到一只萨摩耶在地铁求大家的模样，很一定很可爱。哎，那个狗很可爱，可爱毛好多、哦。柠檬，谢谢你的红玫瑰。看我的头发会蓬，哎，它真的蓬了，我刚刚很塌的耶，哎，这个很棒，这个很棒。今天要来扫拖家里一下，因为家里好久没有扫地拖地了。然后我今天想要去买那个土钉钉子，然后来钉一些东西。这样，柠檬，谢谢你的红玫瑰。哎，你看我头发真的蓬了耶，真的好棒哦！那起来一下后面，我后面好像。我也谢谢你的掌声鼓励。哎，为什么没有歌？突然觉得怎么那么安静？果然是因为没有歌。跟大家偷偷讲一件事情，我今天很懒得化妆，对，又给大家看到比较素的一面。但我想要跟大家说的是，就是我最近真的是偏爱素颜这件事情。我觉得这样好舒服哦，因为我昨天去山上也是素颜嘛，然后我就觉得素颜是一件。很幸福的事情，因为有的时候化太久的妆，然后如果你到不一样的地方，你会很闷热，或者是皮肤会接受不到那个当下的情绪、当下的气氛，不是气氛，那个天气，然后就会特别干啊，或是脱妆什么的，然后就会觉得很不舒服。这样，我最近也偏爱你，好，谢谢 L， 真的吗？谢谢大家。好，对，然后我没有要称赞自己怎么素颜怎么皮肤很好，因为我本身就是对皮肤是有好好的保养的人。可是最近其实我有点点晚睡，所以我昨天好像2点多睡吧，所以我今天有点水肿，因为我昨天晚上到家的时候好像是11点多11点半，因为我跟我姐出门嘛，去我爸爸家，然后慢慢回来，因为我们很晚才回来这样。然后我就昨天，因为我们昨天回来的时候真的肚子太饿了，所以我们就吃泡面，然后我吃来一颗，然后直接吃维力炸酱面，然后我就看到他炸酱面，我就说哎，好好吃哦，这样好想吃他的炸酱面。对，毕竟小的我最近在省钱，所以我就是能尽量吃家里就吃家里这样。我早上起来的时候就很水肿，我觉得我今天好水肿，水肿到我觉得马上喝了杯咖啡嘛，然后想说哎，太肿了，不行，我等一下要直播，那我是不是要化妆？可是就我刚刚有先提前五分钟的时候，哎，提前一两分钟的时候，我就有先看看，相机里面的我自己是胖还是瘦的这样，然后我就这样看，就是好像还好哎，就是。没有那么水肿，对，所以就觉得哦，哎，你们知道那个麦当劳出新的那个
派，巧克力什么香蕉派，这过几天我去吃一下。我就吃一碗了，但我有吃素颜啊，不是，我有吃素颜是吗？不是，我有吃鸡翅。刚刚看到素颜，所以我就我也到素颜，看起来我很搭，好吃吧？或许好吃吧，差太多了。鸡翅啦，鸡翅，好好笑，好笨哦，林婷婷。总而言之，就是这样。阿丽出鸡翅好吃吗？好吃啊。哦，吃鸡翅吗？对，我吃鸡翅，我吃两个鸡翅，然后还有一些配菜，就是一些花椰菜啊什么菜的。然后就是我今天我的脸真的是非常非常之水肿。谢谢黑杰克送我好多的缘分小脸。阿丽的素颜我也要试试，可能没有300多，也太多了吧？你这是两人份的呢。那你有吃香蕉巧克力派吗？素颜是什么料理？哦，素颜，哈哈哈，很烦呢。午安啊，黑杰克，那个太甜了。一吃饭已经很甜了，就不吃了。今天开到11:30，然后。这礼拜还有一天的直播，我再发给大家看我什么。应该我确定应该是礼拜五，但是时间的话，我再发限动给大家，好吗？可以吗？11:30 ，OK。你说礼拜五的11:30吗？不是，是1:30。1:30，谢谢。后面该碰了。阿丽的小表情好可爱。晚上11:30可以啊，我下午请假。哦，不要晚上，我要补眠。而且我觉得这边皮肤就是很呼吸到空气很饱满。我的黑眼圈好严重，而且这样也可以不要浪费化妆品的钱，因为化妆品都要买啊，所以必须得就是，而且我买化妆品是不固定的，就随便买一样，就是有什么牌子我看到我就买一样，就是康斯美保养那种随便买一买一样，我也不会看牌子，就是。反正我那时候试嘛，可能画在手上，我觉得哦不错啊，就 OK 啊，就拿着。我从来就是没有去记它的牌子啊什么的，我觉得太多牌子，太多东西要用。我其实有一部分还蛮像男生，就是很直，就是直接买了，就很懒得去记那些牌啊，然后下次买那个啊，是除非真的有好用的，好用到我真的一直用它，我才会去记的。但是大部分什么眼线啊、眼影盘啊，然后。腮红啊或刷子啊什么的，就我尽量弄一样就是一样，就唯独气垫粉饼跟那个
就是那叫什么定妆的粉，我就是用一样的，其他我就是乱买乱买，看到什么便宜 OK 打折好随便买。Hello Maybe 中午好。然后保养品的话，我就是就用那几块，还就是达特五跟 AAHC 跟那个兰芝这样，就这样。然后面膜，其实我之前喜欢用 TT 面膜，然后之后就看有什么就还有什么八分钟面膜什么的，因为我也不喜欢敷太久，所以我都会买八分钟面膜，就可以直接敷，然后八分钟就可以拿下来。野木谢谢你的相遇，美不中好。快了，我们要帮那个过生日了，现在是12:59，子子在现场吗？我们呼叫子子小姐，请到柜台收领你的生日快乐歌曲，请你进来我们这个台，这个阿丽台，即将为您播出的下一首歌曲叫做《生日快乐》中文歌曲的歌 ，Happy Birthday to 子子，好有仪式感呢、啊。如果只要你们跟我说，我就会尽量排那一天直播。只要谁跟我说，好了，开始。开始啊！啊，等一下等广告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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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广告你真的很，哦，你真的很来乱呢，真的是，可以不要再，就刚好一点哦，真的是，提早预约你就跟我讲，在直播讲 ，Hello， 祝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不用提前预约啊，你可能前几天跟我讲什么，我就尽量快乐，生日快乐 ，Happy 生日快乐，祝子子生日快乐，祝子子生日快乐，祝子子生日快乐。他给我一直在高哎、欸，祝子子生日快乐，祝子子生日快乐，祝子子生日快乐快乐，好拉彩哦，对不起，但是还是祝你生日快乐，祝福你，就是今年呢，啊，你要跨年了嘛，跨另外一个年了。就是祝福你在明年可以达到你的目标，做到你想做的事情，好，你的家人都要平安顺利，耶！祝子子生日快乐 ，Happy Birthday！ 希望你今天可以过最棒、最棒、最开心、最开心的一天。实习忙完，哎，你的功课忙完了，记得去吃个生日蛋糕，然后去吃个大餐，开开心心的过完今天，不要让今天就让自己耍废，不要让自己太累，好吗？赞，开心，不客气，应该的，应该的，因为我生日你们也都会在啊。对吧？而且很多时候就是，如果你们真的想要，你们真的想要，就是你们的直播，然后我的直播，然后帮你们唱歌，你们就可能，因为我通常都是啊六日的时候开始排我下周的时间，所以你们就可以在我的 IG 私讯，你生日那天我在睡觉。没关系，但你还是有祝福我生日快乐，我就很开心了。对，谢谢大家对子子的祝福，他很开心，他一定很开心，我也很开心，可以帮你庆生。你们就是可能他还没说完，就是可能六日或者是你可能要快到生日的时候，在我的直播间跟我讲，就会记得，然后
如果真的那一天 OK 可以排的话，我就会排，因为而且你们的私讯我都也会看，虽然不能回，但我会看，所以就是反正你们就跟我讲几号，我就可以尽量能帮能排到我就排到这样，所以大家一定要说好吗？一起在这个直播台祝福，接收小布布们跟阿丽的祝福。这样，阿丽，我生日在九月，快到了。九月吗？九月还要再绕一个跨年，然后到还很久呢，然后确定呢？觉得开心，看我强拍就你，你这是什么损友？没有来看一下。我先预约明年，好，明年一定，明年你们也要，我也要跟你们预约，明年我也要，好吗？六月，不知道几号，但是六月，好吗？九月你还在吗？我还在吧，还在吧。但是直播这件事我不知道，但是当然有什么变化，我可以，只要你们在我的私讯说，我可以，我都可以发限动，可以说哦，生日快乐，那个某某某这样，我就不指名指姓，就会直接标记那一天的天数，说哦，有人跟我有可爱的小布布说今天是他生日，那我就跟他说声生日快乐，然后放一张生日蛋糕图。我先预约11月31日，哎呀，好，我先记一下，不然我会忘记。1131，我先。不然因为快啦，现在已经算是21月中，但是也快了，在10天。哎，没有31号啊，骗我！哎，你这样子在欺骗我感情哎！喂，坏蛋！12345678910，哎呦，这个月剩9天呢。那其实是月底了，哎，那为什么？啊，好，没事。12345212323256二七二八二九三四三三四，哦，真的剩9天嘞，太快了，很坏啊，气步步哎，打屁股哦。哇，即将要下个月了耶，下个月就是圣诞节。Merry Christmas！ 啊，好开心哦！那我这几天就尽量好。下个月输我，轮你什么？这个月过好快。对啊，这个月过好快，就觉得这个月很充实。好 game。我现在要做功课。好，我要做那个。对啊，我刚唱完歌，我就没有那个，哎，我想要上厕所，等一下再下播再上，可以慢慢的。等一下哦。我刚刚这个对啊，很有历史的痕迹嘞。我这个平板是很那个，哎，你们等我。
Hello， 我回来了。Hello， 我回来了。哎，等一下，我觉得很奇怪，不可能，不可能有这种事发生。算了，我放弃。没事，不要理我。我的手机好像又有点过热。先把那个中乐透，没有，我刚好在用那个东西。而且我这个平板呢、啊，我用了，我刚进来 TP 的前一年哦，所以已经五年了耶。这个平板是我用了五年的平板，然后我蛮喜欢它，是因为。就是它其实很小小的，很好携带，对，然后它是黑色的，然后这个就是我平时如果不想用那个电脑看呢、啊，我就用平板看，然后是因为这个平板壳它是就是非常非常老旧，我也没有换过新的，这四年呢还是五年，我都没有换过新的。真的好久，对啊，然后，但我觉得这个平板还是很好用的，而且我好像没有贴保护膜，所以我拿我贴，我看看，会贴保护膜吗？好像没有贴，哎，有贴了，然后保护膜都没有换过，从来都没有换过。哎，我想要对你讲到平板的壳子，我想要那个换，我想要换我的平板壳，所以我现在看我的这个是什么的，是 iPad 几，然后要去上网订那个平板的壳啊，那我要怎么看？是看关于本机吗？还是什么？看一下，那我要怎么看？还找得到吗？我的 iPad 好像也差不多很久。我这个好像才买10000出吧。设定那边，然后呢，一般吗？哦，关于本机，对，名称叫做 iPad， 没有。哦，它是叫做，等一下，我找找看可不可以买到哦。它是 iPad mini 第五代，好，而且我这个才只有，你知道我只有几 GB 吗？我容量是64、欸、好，所以我而且我那个时候买的时候是10000出，很便宜。 iPad mini 第五代，看看有没有买得到那个平板壳，应该买得到啦。然后我这里面的照片、相机、影片什么的，全部都是工作的东西，就是拿呢。哦，你直接拿，可以都可以拿。都是。哦，你打火机干嘛、啊？抽烟哦。烧鸡啊！啊，你其他睫毛？对啊。哦，不是，我跟你讲，有一个比较好用。我知道这个。不是你打错。不是，可是我就用这个，是这个吧？就好用啊！你这两个都看试试看，你也太多夹子了吧？啊，是因为就是我的眼窝适合什么的，一直买。而且还有那个唱呀哇呀呀。
年的皮卡布。对，翻咪的时候。啊，好怀念哦。对啊。听大家一起唱。是永远的画面哎，好棒哦！好喜欢这影片啊，我也想发哎，不知道可不可以发啊？啊，而且其实我都会这个照片，我都会存在这个里面，就是可能粉丝噗噗们拍的，然后就把它存在这个平台里面。嗯，啊。就是一切一切多么多么多么的好，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不要笑挑战耶、yeah. 那我们今天这个游戏怎么抓这个位置啊等一下哦，刚看了一段好笑。今天呢是我家女儿的。哎呀，好，笑嘴巴不可以张开，这样。因为不能讲你我他，不能讲你我他。我们开始聊天，开始。今天呢是我家女儿的。
概就是这样。我觉得这个影片，好啦，就有小小后悔没有剪出来，但是我觉得之后有空再剪出来。唉，还有我跟勋姐唱歌的。听小心唱，在以前呢，够纯啊。好高。还有一些，哦，以前都是短发哎。都是短发哎，珠宝短发第一次看到。好，上班加油！都是跟大家分享到我短发的资讯。真的是回忆呢，全部都是回忆呢，全部哦，太夸张了，太多回忆了。还有我们跳舞的以前呢，啊，哎，这个影片很，这个影片平板很值得留着。一秒那样的时候，对啊，短发那时候真的是剪太短了啦。一凡今天的告白气球，思琪谢谢你的小兔子，新野人 ，Hello， 中午好，有备份吗？没有，还没备份，再来之后再来备份，好吗？好啦，其实今天跟大家分享那么多东西，也没有到很多，但是就是一些以前的片段，真的是会想念大家。虽然大家都各自的。还是可以约彼此去吃饭什么的，但就是没有那以前的气氛了，大家知道吗？地瓜球中午好，对。然后我等一下要念榜之后，我就要下播了，因为呢，我又想去上厕所，就有点小忍住，忍到快要上出来了。毕竟刚喝咖啡嘛，对不对？对 ，OK， 时间过真快。对啊，时间真的过很快，真的是不等人的吼。那我先来念榜，第一名呢还是一样是一凡，谢谢一凡。第二名谢谢吉米周，第三名谢谢博成，第四名谢谢卡比，第五名谢谢周明，第六名谢谢欧比王，第七名谢谢黑杰克，第八名谢谢小野木，第九名谢谢小吉，第十名谢谢罕吉，小吉跟罕吉好可爱，十一名谢谢喝到吐，十二名谢谢笑笑，谢谢哭哭，第十三名谢谢朱里恩，第十四名谢谢阿北，第十五名谢谢伟，第十六名谢谢柠檬，第十七名谢谢 Seven， 第十八名谢谢浪漫满屋，第十九名谢谢剑谷，第二十名谢谢浪客三六八一九六四，二十一名谢谢那个思琪，谢谢大家。然后我要开始我的工作之旅了。今天跟大家说晚安，不是晚安，午安，拜拜，大家工作加油，生日快乐，子子，拜拜喽。各位今天都过得美好哦，哈，你才刚来对不对？我就知道，但是呢，不行哦，我去上厕所，拜拜。